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一间位于青州嘅素食店，叫做田间角养生馆。咁如果搭巴士咧，就喺呢一个青州总站之前一个站叫做青翠花园落咧，大概行两三分钟咧就到噶啦。咁呢间餐厅咧，的空间呢是很阔落同埋好大的。咁入边呢亦都有摆放咗一啲佛像嘅，同埋有一啲功德箱。咁呢度呢就有观音、土地、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、南无药师佛。而每张餐台呢亦都有一啲好靓嘅鲜花摆设。咁我哋当日呢就叫咗孜然炒四季豆，几野味噶。咁再嚟咧就系芋头酿辣椒。咁呢一个咧，其实可以选择炸或者系煎嘅。咁之后咧叫咗一个荷叶蒸饭。咁呢个咧细细个咧啲饭咧都系蒸得好香嘅，非常之好味。咁每一菜咧都会有一啲小配菜啦，同埋水果，同埋一个好似苹果茶嘅，咁佢就系计茶位，咁啊嗰个苹果茶咧系送嘅，咁室内咧就系好光猛嘅，好精神，咁室内咧亦都有一部电视，咁如果需要电视送饭嘅朋友咧，咁啊可以选择嚟呢度啦。OK， 今日就介绍到呢度啊。希望大家喜欢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欢迎大家赞助，拜拜。